现在诈骗手法多样化，为了保护民众的资产，婚姻邮局特别跟道立保证社区合作举办防诈骗宣导活动，透过趣味游戏跟长辈防诈骗观念，邮局也借此来呼吁民众。邮局的工作人员也是询问民众的用钱目的，希望大家可以来各地正确用途，不能有所隐瞒，这样才有法度来有效保护大家财产安全。也叫你叫伊啊，就是讲不要理他吼。长辈一个大咖专心听到邮局人员讲解目前上新上常看到的诈骗手法，因为伫咧最近几个月内传来到已经有三人受到诈骗，甚至有一名民众上关被诈骗了100万。卫署也希望透过这摆的课程来提高大家警觉性。今天非常的感谢我们那个云林邮局哈、举办了反诈骗这个活动，因为最近争议哈一挂长者去用诈骗的最高还达到100万。啊！伊去领的时阵，一直甲强调讲是要去总统的，所以叫领成功。伊首先吼、先甲你骗讲，叫电话来，伊讲伊的电话换，你袂认得我的声哦，我甲讲，你是啥人？伊就继续就讲，对我的顺我的话安尼。婚姻邮局表示，现在诈骗手法是8种。其中长辈常用以被猜猜我是谁来骗去，家人是亲戚要来借钱，或者是有紧急的事件要用钱。如果接到类似电话，邮局来提醒大家保持冷静，将电话挂掉，同时也当卡110或者是165防诈骗专线找寻帮助。那我们接到不明的电话的时候，我们首先的第一个动作是要先冷静，好，冷静下来。第二就是不要再跟他有通话的持续，要把电话挂掉。挂掉之后，我们要请他去做查证的动作，是否真的有这个状况，或是有这个人。最后我们会请他说，如果真的有疑虑，可以报警，或是打165反诈骗专线。婚姻邮局表示，伫咧去年专管邮局总共是主动了40几件诈骗案件，金额达到800多万，意味着防止民众搁再被诈骗。邮局也将伫民众咧领钱或者是汇款的时阵提出问题，到时阵民众也千万唔通感觉啰嗦，一定要及时告知钱的用途，安尼才会当保护好大家的财产。邮局哈，每次如果说有一些长者临柜的时候，我们会进行一些关怀，包括说观察他的一些神情。表情有没有什么异样，去了解他的那个什么款项的用途。如果说有我们觉得有异常，我们会先做会跟他劝导。如果说劝导不够的话，我们会申请警方，就是会报警，请报警来协助来做防止。现在诈骗手法越来越多，希望透过各单位防诈骗的宣导，来有效阻止诈骗事件再度发生。提醒大家，如果接到催婚电话的时阵，一定要保持冷静，并将电话挂掉。最后也会当卡110或者是165防诈骗专线，找寻帮助。记者江怡彤报道。